无论在地球的任何地方，这样的景观都叫张家界地貌。峭壁、怪石、看不到底的深渊，构成了人们想象之外的世界。许多电影导演都在这里寻找外星球的取景地。几乎每一根石柱，从根部到顶部，都与地面垂直90度。水平平铺的岩层像摞在一起的书本，码放越整齐，高度越高。几十米到上千米的落差，让这里的许多沟谷至今无人踏足。云海覆盖的地方，在大约3亿年前是真实的海洋。地壳剧烈的碰撞，让海底隆起、断裂、侵蚀。在水流与风力的反复切割下，它像这样，成片、成林、成孤峰，最后消失不见。